清洁指南。清洁前，请准备好所有的清洁工具。首先，将设备调整为清洁模式，此时按住按键4。当 Clean 和 Delay 在显示屏上交替显示时，请松开按键。当显示屏上只显示 Clean 时，说明已到达清洁温度，此时可以对加热板进行清洁。戴上耐高温手套，将高温清洁剂均匀地涂抹在清洁刷上。首先清洁上加热板，由上至下，从左至右，全面清洁加热板的所有位置，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清洁下加热板。用干净的沾有消毒水的抹布依次清洁上加热板和下加热板。最后关闭设备开关，用干净的沾有消毒水的抹布清洁设备表面。